巴巴时，男人一定要知道的五个秘密。情趣是平平凡凡的东西，但它能让你的生活升级。日常夫妻性生活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俗话说，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来形容女人婚后的性生活状态。结婚后的女人更成熟、稳重、更有魅力，但在性生活方面，真的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吗？一，性激素水平提高了。男人性激素水平的最高年龄是20岁，此时男人的性欲也是最强的。但女人呢，恰恰相反，女性在进入30岁之后，雌性荷尔蒙才会逐渐减少，但睾酮素分泌量的减少速度则相对较慢。此年龄段呢，性欲更加旺盛。因此，有人曾讲，为了性与和谐美满，应该让男20岁和女30岁结婚。此外呢，女性40岁之后属于受孕的最佳时机，生殖器将达到高潮，这也是女性在40到50岁之间性欲高涨的主要原因。二，假装高潮。据调查，只有30%的女性表示自己曾经经历过阴道内高潮，而且还有30%的女性承认自己曾经在性爱过程中假装高潮。男人总在研究如何延长自己的性交时间，而在谷歌上，如何让男朋友更快达到高潮和更慢达到高潮的搜索数量大致是一样的。事实上，女性对于性高潮最常见的担忧不是它什么时候发生，而是为什么根本就没有。三，关于工作。大部分女人30岁之后都有了家庭，并且生育了儿女。性感美女在婚姻美满、事业顺利的情况下，对生活有更高的期望，因此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创造美满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性生活。不过也有一些女性在30岁之后性欲更强，也有可能是因为家庭工作压力大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她们渴望通过性生活来缓解压力。四，关于大小。女人真的在乎丁丁大小的程度吗？从谷歌搜索来看，她们真的不怎么在乎。女性搜索伴侣丁丁问题的次数与男性搜索他的次数大约比是1:170。当然，在女性对于伴侣丁丁表示不满的少数情况下，往往确实涉及了尺寸，但不一定是觉得他小。虽然他们常常在伴侣面前称赞对方的尺寸，对伴侣丁丁大小的抱怨中，有于40%是抱怨太大。疼痛是人们在谷歌上搜索性交时是最常见的词。五，产后阴道松弛得到了恢复。大多30多岁的女性生育了之后，阴道会出现松弛的状况，导致性爱中无法得到满足。所以一些女性可能会用一些方法来重拾幸福。尾骨肌的锻炼就是其中的一种。当女性能正常的性生活之后，性欲可能会比较的强烈。无论女人婚后性欲是否强烈，都应该合理的进行性生活。出现状况时，夫妻间应该沟通，相互体谅。在跟伴侣一起探索性生活的美妙高潮的过程中，大多数女性都会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直接用我不要、我不喜欢这些冰冷的词汇直接拒绝伴侣，伴侣也会因此感到挫败。当然，还有一部分女性性需求强烈，在伴侣身上得不到满足。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表达，收获满意的性生活呢？第一，划清界限，表达需求。两人在最初做爱前，不妨找个机会，双方都坦诚地向对方表明自己的性喜好。比如你喜欢在前戏久一点，可以借助情趣玩具更好的调情。你接受不了私处被舔，但可以接受尝试解锁跳蛋，让伴侣控制操作等等，明确的说出自己不可接受的性行为，同时也尊重对方的雷区，尽量不去触碰，或者在后期共同探索打破心理防线。第二，懂得抒情，及时反馈。很多人在爱过程中明明很享受，却像个木头一样在那里一声不吭，明明不舒服却强撑到最后，
正确的做法是呀，享受舒服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发出娇喘声，或者靠近伴侣的耳朵说"你真棒，继续，不要停"等等，能挑逗他的话，收到正反馈的他自然会给予你更多，还可以借助情绪玩具互相挑逗，让高潮来得更猛烈点吧。要是感觉到不适，身体难受，也要及时的表达。亲爱的，你弄疼我了，可以轻点儿吗？我有点难受。等等，口吻要温和，不要害怕打断对方的兴致。爱本身就是双方感觉舒服才重要。第三，及时的表扬，给予肯定。当他为你的需求和感受做出了让步时，要及时给予他肯定和表扬，比如，亲爱的，谢谢你，你愿意为我这样做，我真的感到很幸福。当他知道，只要他只需要改变一点点的时候，就能满足你的需求，那下一次为爱鼓掌，他会更愿意配合，以及尊重你的感受。在爱这件事上，有效沟通是很必要的，尤其是你想要什么和你不想要什么。我们都知道，前戏和高潮是紧密相连的。前戏当然不止爱抚和亲吻，借助情绪玩具调情，既增加了新鲜感，也解锁了不一样的新奇体验。你可以主动跟伴侣提这个想法，从前戏到高潮，享受极致的爱体验，收获愉悦和满足。